化成水上乐园设在板桥市的江子翠，所有的设备都是以人工构筑而成，占地2万多平。大同水上乐园今天开放的部分有陶坡池、滑水板、人工溪流、儿童池和餐饮部等，其他部分都没有完成，仍然在赶工新建，所以现场显得比较凌乱。据大同娱乐企业公司说，水上乐园将来在全部新建完成以后，将有台湾最大的大陶坡游泳池、首创的水上飞船、海底奇观、人工湖等，并且各类活动别致新颖、刺激而且安全。